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所以有的人同样看出一个日子，那我们很多师兄师姐要结婚，我说你不要找我看日子哦，看了我看了日子，你去给人家再检查一下，绝对十个七个八个都说不合，你放心好了，一定我话都说在先，话说在先啊，因为我看了日子嘞，那个时间都有天神会到，天神到，而咱一般的人在讲呢，就不能用。那么今天我要来讲这个课程道理，就总共选择日，在清朝的时候，刚好某一个皇，好像乾隆帝了。下江南，有一天呢，他经过一个乡下的人在结婚，哎，奇怪，这一天不行哎，这个日子呢，结婚怎么可以呢？他就去问这个主人家，他主人家呢，啊，今天日子不能结婚呢，怎么选这个日？这个主人家呢？他说一位先生大师呢告诉我说，这一天用这个时呢会有皇帝贵人到，那我用之无妨。乾隆吓了一跳，既然人家也说知道他皇帝会到，他谁看的？他是某某人看的，怎么知道皇帝会到？心里他不敢讲他是皇帝嘛。现在皇帝相片大家看得清楚吧？那时候谁搞不清楚皇帝啊？天高皇帝远。所以呢，那乾隆啊，开始就寻寻觅觅，去寻找这位大师是谁，到底怎么看日子？我们再来有一个叫太阳太阴，太阳呢，就是世间的皇帝；太阴呢，天上的神。会到太阳太阴，这就是传的法门，我们要教的法门。太阴太阳，当你碰到什么灾难的时候，要怎么祈福？每天都有日子，每天都有太阳和太阴。你什么时间太阳来，人间的贵人就到；什么时间太阴，天上的神。佛菩萨会到，所以我们很多同修呢，他们的结婚日课了，我一定会话讲在先，我选的日子，你可以给人家再检查一下，绝对不通。嘿嘿，前天就是我们第四届师兄了，那个日子，新娘师姐是我们这班的嘛。回去妈妈说这个日子，不行，拿去给人家检查一下，说不行，没有关系啊，不行你就改嘛。说这个日子不可以啊，不你改，高兴就好，不要烦恼，不要为这个事情。那么你即使改了，师父也老祖会保佑你，你放心好了，并不是说叫别人看了，我就没有那个雅量了，不保佑你。我才不会像这样呢。你们自己看日子，我有时间还是要请我，不能说哎呦不好意思了，师父日子你看了我没有用，我不请你了，
我搞不到量，我有那个肚量吃饭呢，对不对？有那个肚子可以吃哎，肚子可以喝喜酒呢，是不是？你们以后要叫我看日子，如果弟弟师们说这不行，你们不要顾虑我，绝对你们可以再换。啊，师父也在照常的祷告，保佑你们平安，懂吧？同样是叫弟弟师们，他们也是老祖的门下弟子嘛。啊，见解不同嘛，哪有那一种没有雅量的神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可能嘛，啊，所以选择日啊，我们个人的选择方法不一样。以前我们黄师兄、黄天伦师兄啊，他是做礼仪社嘛，啊，开始看我，看我用的日子都不习惯，你放心用好了，我用的时间只有2分到3分而已，没有几分，啊，2个小时练。120分钟呢，我只有用3分钟而已，其他我就不用了。我只要那3分钟就好，谁来就好了啊！天神到，啊，人间贵人到了，那就好了，其他都多余了。那我希望我们将来是这样嘛，你们大家都成为这一种大师，懂吧？哦，所以选日子的法门很多，也有。3年地理法门，很多的派别，那我们所用的就是用总工择日学。总工择日学呢，我们通师平常带了一本通师，然后今年呢，好，我要我们教务处，好，我们教务处呢，好，做了一本好学生记事手册，好，学员呢，一些大学学员记事手册里面，我们这日子都按照总工选日。按照董哥选，每天都选好了，你这本你不要带，啊？啊，你们还没买？啊，都买了哈。好，这个这本就不要带了，每人都把人选好了，你们带这本就好了。这里面，哪一天都有了，日程都记得好好了，好吧？而且呢，每日呢，这个地方，啊，每日像我现在每日都要来，好，在查，我就请我们石组长呢，把这个每个日，比如9月12日，这一天什么日呢？乙酉日，啊，乙酉日，接下来什么日？每天都有，乙酉月，己亥时，己亥日、庚子日，每天都有，你省得再去从头翻。啊，再来呢，就这一本，啊，这本呢，只有1明年而已，以后我就不印了啦，因为我要给你们在桌子上可以翻，好挂粘挂，好，你们这翻起来，哎，你看，啊，23日，梗挂，好啊，哪一天该做什么，可以做什么，我这里都写好好了，好，那么你们在桌子上。哎，我要什么事情赶快翻起来。哎，这个13也是顺卦，好，念卦，那祷告一直祷告完了再翻起来。哦，23也是艮卦，外卦。啊，好来，21号动摇，懂吧？我是给你们在放在桌上，然后来，啊，你们得展神通。嘿，我放在看，哎，好来，哎，外卦。啊，哎，再来一个动摇，那挂就起来了嘛。你别的抽签，你什么的卜下挂啦，囡仔卜的老会大汉啦，死老岁卜会死啦，是不是？啊，旁边的卜啊，那么你这个直接你就可以哦。卖多少啊？300，很便宜。啊，你这个今年通书啊，通书的。啊，叫他们不要印那么多，不然今年他们会剩余。我们有将近4000-5000本，我们华文将近社会上流通4000-5000本嘛。啊，世间的很多通书店啊，他们做的通书，啊，那就用了就，平常我们都会买啊。那么今天你们带这一本就好了，日子后面得帮人选好了啊，哪一天可以，我等一下今天课程会教你们用选择日课。这马上用得到，过年到了，马上用到，明天也许用得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日子呢，
好，我们下面，好，这个下面也有，好，太阳日、太阳时，好，刚才我小的时候讲的，好，每日什么时，好，我都会等一下一个告诉各位。好，这里太阳、太阴、太阳，人间帝王嘛，太阴天上神嘛，太阳人间的贵人，太阴呢天上的神。好，那么天干甲日就丑时啊，未时甲己啊，甲己甲己日，他的地支呢就是啊，这里丑时未时，丑时是太阳啊，是太阴，未时是太阳哦，太阴太阳就是宪兵卫兵啊，国安局了，全部到保护着你，你安心的动工，安心的动，每天都有两个时，好时，天天是好时，不是好时哦，啊、是吉时的哈，天天是吉时，啊，你们还没买的，你们就赶快买，好，今天马上做一些生意。世上花都来了，嘿，哎，这我们既然我们易经大学有四五千位同修了，那么我们自己的法门，自己的通识，我们出版社开始呢啊，最近过年前会出了一本呢，啊，到一百年的，啊，一百年这一本，啊，一百年的每日哪一天是好日子，到一百年，啊，这个只有明年而已嘛，每年带着啊，你记事簿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出了另外一本一百年，啊，你帮我看。后年娶谢姨哪一天好？啊，你看，哎，哪一天就好，哪一天就好。那么每天，是一百年内嘛。民国一百年了，不是一百年哦，民国一百年以内，我们现在只有93嘛，还好几年啦、啊。好，到一百年的时候，我们在编，在写，好像是我们张师兄他负责，哈、啊，他在整理的，啊。我们当时要负责整理吧，六号对啊，有无？那唔对，遐歹事要找找恁兜找你哦，对不对？那到底他没问题啦，他做事情很尽责。我们普里班的师兄他很尽责，啊，他呢啊也帮忙集结，啊，那我们班上课程，我们请班长嘛哈，啊，我们负责我们班上的课程。现在所有上课的课程开始集结，开始要整理。我们请班长哈，我们这班有几个人要参与我们这个集结的讲义呀、啊？啊，讲义的，我们不要等到100选以后再来集结，那真的来不及了啦。现在开始每天上课了，就把它整理出来。啊，如数我闻，叔父讲了，一就一，二就二，就把它整理起来，也不要修饰，全部起来，等到。几百年后要来改，时代不背景不同了，你要改再怎么改啊，再怎么修正啊，所以选日子马上用得到。那么你要远行怎么远行？你要远行呢啊，如果你远行日子选错了，那么是煞你的话，半路上呢问题的一大堆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一步一步的来跟各位讲解哈。那么选择好，第一有三年九星紫白，玄华三年九星紫白灰星的玄华，这是比较复杂。好，第二，我们三合选择华。好，第三呢，有三年易经卦离华。
第四有奇门遁甲华。奇门遁甲华。好，再第五呢，我们有董公。董公选日华。好，董公选日华。这是我们有五种，还有一种呢。好，一般呢，好，再来第六，第六呢，好，我们这农叫做农民历，农民历呢是耕种之农人，农人耕种用的。什么季节？什么季节用？叫做我们所啊，叫做通书，通用的。这一般民众、一般人用的。好，第七呢？好，第七呢？啊，我们有个县历，县历，叫做黄历。是这种黄哦，米五黄的黄哦，哎，不是黄颜色的黄哦，黄历，宫中用的，宫中用的，宫中用的，就是董公选日，那我们所用的黄历。在一般的通书很多都不合的啦，你放心好了。啊，黄历是比较大贵人用的，黄历呢是大贵人，县历黄历啊贵人用的。所以老师选的日子，师傅选的日子呢，还有很多一般的都看了不中用，不合用，懂吧？啊，那我们用的是宫中里面用的，我们用的是貂皮，不是老鼠皮。平常我们所用的是农民历，农民历的一人就是我们所用的，俗话说老鼠皮。老鼠皮的看惯了，你拿貂皮给他看了，他说你都是假的。啊，那好了，你老鼠皮用惯了，不会冷就好了嘛，都一样嘛，哎，价值性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县历我们所用的，就董公选日华，就宫中用的皇啊贵族人所用的是黄历。那么我们今天所用的、所要讲的，就是黄历啊，就是贵族人所用，大家。都是贵族的人，如果你们不是贵族的人，你们不可能今天来这里大家好上课，在这里进修，不然现在外面也要晒胖子桃，那各位是不是贵人？你们是贵族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虽然没有冷气啊，冷气吹了会感冒哦，我们但是不晒太阳，可以同沾华裔。所以我们在选择日课的时候，不同的法门啊，不同的用途啊，不同法门不同用途呢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功德和功能，各位安心的用吧。好，下一节呢，我会一一的告诉各位怎么来用，如何趋吉避凶。好，趋吉避凶是我们人最需要的啊。那我们选择的日课有好多，安葬吉课怎么安葬，怎么选华，而结婚日怎么写华，结婚的怎么写，安葬的怎么写，不要颠倒写啊，西凉下到瓦郎，瓦郎下到西凉去，好啊，到时候红秋西凉。是不是
啊，我们呢，这是课程，我们都是需要了解。我希望各位，你那偶后，啊，那这师兄的亲戚，他也在洛杉矶嘛，在洛杉矶，他光帮人家选日子，偷回来，他就是讲个游说税，讲个游说税。啊，大家要做什么？我们华人很多嘛，啊，请他帮忙选日。哦，就排了排长龙，一直排。那么你们在台湾也一样，或者有一天，我们现在很多华人师兄，你们学好了，回去了帮我们选个好日子，给他们平平安安，这个也很好哎。这个是普度众生一个法门呢。哦，这最起码自己用，不要去患上这些毛病。哦，所以下一节呢，我们一一跟各位好来讲解，好跟各位啊。怎么样来做才会得到法益？好啦，跟各位圣道宣布一下，我们元月二日的祭祖大典，啊，完毕以后，啊，元月二日我们一个国宴，好，他们把我，你看，把老师，好说现在国务用选的，我们师父也可以用选的，谁会画上去了？哦，参见呐、啊，一张1200块嘿，好、哦，然后参见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，好、哦、国宴，啊、哦、圆满什么参会见呐、啊，我们这圆满参会见，1张1200块凭座见进入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参加国宴，在台中市草港城。在我们台中市，我们台中道场下去那里草港城，我们预计200桌，哦，最少205桌。好，我们希望呢，今年我们啊好多华人师兄回来了，还有大陆人士回来了。好，我们祭祖呢，今年的祭祖，我们看到这我们的祭祖啊，今年呢啊，我们老祖宗们15615姓。啊，917位天子帝王，我们祭已经开始9月19号升坛，啊，升坛呢，啊，开始每天奉送诸经。若是各位你们要给你们的亲人啊，你们的祖先们来这里听经闻法的时候，一个条件，啊，你们供你们祖先的时候，你们要有48朵的莲花，啊，要送给你们的祖先们。好，送给你们祖先们，那里很多莲花嘛，一个人一天要1朵莲花，啊，莲座送给你们的祖先，啊啊，我们呢，啊，这个要办的话，啊，还很久的时间，你们呢可以去到办公室去报名，啊，那我们但是这个不勉强，啊，我们重点是要祭祖，我们这次祭祖呢。啊，中华民族的人怎么大融合啊？大融合呢？啊，这几天呢，啊，我们一些法界一些好消息都一直来，啊，一直来了，法界好消息来了啊！我们也现在话也不能讲太多哈、啊。总而言之，好、啊，国宴各位同修，你们现在可以先报名，然后啊，下一次来交钱了，这个交给你们，这个撕起来，这个你们可以拿回家做纪念。5000年第一章，5000年啦、啊，好，第一章啦、啊，啊，这个是特别的贵宾的啦，啊，特别送的啦，这个你们如果要啊、你们这要买的这个都、就是不算钱的，这要算钱的，但是这一章，哎，我们也不送你们啦，好，不送你们，好，我们特别的。啊，贵宾来宾们，哈、啊，华人同修们，哈、啊，要那一天要参加了，我们就送这一张，哈、啊，啊，这一张呢，就是我们大家，只要是前面的啦，前面的啦，啊，这后面的叫五百啦，后面的五百啦，好、啊，啊，这是前面的啊，清洁的啦，哈、啊，啊，你们回去拜托，你老婆，你把我当你不收浪哎，你们带回家可以互备起来做纪念。够贵，你要买不去订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这个是，
主办单位维新中啊，我们那个啊世界啊残疾人休日联合祭祖大典筹备处，我们所印的啊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下一节正式跟各位讲解日子怎么选划，啊，日子怎么来排，啊，才是对的啊。我们今天可能会利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，现在讲了，以后就不要再讲了，啊，好，阿弥陀佛，休息十分钟哈。